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 Real Estate Broker Heather 石 ，Artech Realty 创始人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是全美最贵的住宅区城市 Upperton。那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呢，是一间价值1390万美金的豪宅。想知道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吗？跟我一起去探索吧。好，一进来呢，我们就能看到这是一个有3层楼高的房子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逐层的去给大家介绍。这边呢是它的电梯。我们先去厨房看一下，这栋房子的总面积是9742 square feet， 占地0.89 acre， 一共有6间卧室，一个 yoga room， 一个 office room， 啊，有7个 full bath， 还有3个 half bath。我们先到它的厨房。是吃早餐的地方 breakfast nook。 那这边呢是他的 family room， 等一下会带大家看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到了他的 butler room， 这个是一个备餐间。啊，现在呢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family room。这边呢是一个壁炉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泳池，这个景色非常的好，也是要找专人来打理的。我们现在呢就到客厅去看一下 living room。这个是他的 living room。这边呢就是刚刚说到的 office room。洗手间，那这边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客房，也是带一个洗手间，可以通向后院。洗手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到楼下去看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到了我最喜欢的一层，也是娱乐性最强的一层。这边走呢，可以看到呢，这是一个吧台。没事可以跟朋友在这边小酌几杯。再往这边走呢，是一个比较大的 game room。之前的这个位置呢，有摆放过一个桌球台，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其他喜欢的娱乐项目呢，也可以摆在这里。再往外走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户外的朋友可以聚会的地方。前面是一个 fountain， 再往上呢，是一个可以做 barbecue 的露台。这边呢是一个红酒的储藏室，一个 wine cellar。接下来就是这里，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没错，就是这儿了，这是一个影院。如果是音乐爱好者的话，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 studio。看一下。它的 yoga room 就是在这里，有一个 yoga room。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客房，也是带有洗手间的，带有洗手间的一个客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坐电梯上3楼看看。这个电梯是液压的，所以会比较吵。所有的房间呢都在上边，上边一共有4个卧室。以上呢就是这个房子的全部信息。如果你对这个房屋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随时与我联络咨询。下次见。